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产业快讯。国内的太阳能产业景气逐渐复苏，受惠于大陆、欧盟以及美国双反贸易战的转单效应，电池厂新日光六月份的营收月增高达74%，达到19.39亿元，第二季确定可以由亏转盈，终结连八季亏损局面。身为全球第二大太阳能市场的台湾，晋升冠军有望。根据全球市调机构 TrendForce 评估，美国、欧盟和大陆相互发动一连串的双反贸易战中，台系太阳能厂将成为唯一受惠者。太阳能电池厂新日光率先传出好消息，认为这个达到这个试电同价的日期呢，一定会提早到。自五月底合并台达电旗下旺能后，新日光正式成为国内唯一横跨两岸都有电池和模组生产线的业者。虽然直到今年第一季仍亏损5.93亿元，但六月合并营收一举跳升达到19.39亿元，月增幅度高达74%，第二季确定转盈，摆脱连八季亏损。2013年一定是太阳能一个非常辉煌的一年。前景，全球电子代工龙头鸿海也积极抢进市场，特别在股东会上证实，集团已经在海外成立太阳能模组厂，目前在墨西哥小量出货，至于欧洲则分别在捷克、匈牙利等地设厂，显示出国内太阳能市场俨然已经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